官武是忧患入胜的代表，除了是儒家的圣人，也是佛教的徛拿护法。听讲官武死了后，孤魂显灵伫咧佛教玉泉山，经过僧人普净开导了后，心生惭愧，而向大师求受三皈五戒，正式成做佛弟子，誓愿作为佛教的护法。相传元世祖因为尊崇佛教，封官武为佛教监坛，这是官武伫咧佛教地位法定化的开始。官武义勇相传的形象深入人心，是一部由人到神超凡入圣的伟大传奇。众神在民间，故事代代传，欢迎收看《封神榜·神之传说》官武的故事。官武认为周朝是属于将帅顶级的人才，刘备是领袖的君王，所以在调兵遣将上，刘备确实不如周朝。话讲到这，如果话被人拍断，会留予听话人留落来无限疑问的空间。大家拢在等待普净法师的高见。普净法师煞额头问关武：“关将军，你的看法如何？”关武讲：“为将之道在用兵，为君之道就无在用兵，是伫会晓善用用兵的人。”普净法师点头对刘备讲：“地利者分重也。”关将军讲的一点也都无唔对。你手下的兵力虽然多，但是欠缺一个在军中作战计划的人才。关羽确实点出问题的所在，不过同时伊嘛点出另外一个难题：真正有能力策划会当发生在千里之外用兵的人，往往是可长不可久啊！要去倒位找这个可遇不可求的人才呢？只有题目无答案，同款是假讲的呀。何处可遇？何处能求？大家期望着法师会当指点迷津。普净法师双手合十讲：“在可遇处而遇，在可求处而求。天机不可漏泄。”并经借当提醒，今后不妨多关注两字。老毕着急地问讲：“倒两字呢？”普净法师回应：“五量。”并经只会当讲到这咯。阿弥陀佛。普净法师讲完就闭目禅思，无搁再开嘴讲话咯。经由普净法师的指点，老毕感觉官武讲的也真有道理。桃园三兄弟身躯边确实需要一个会晓运筹帷幄的军师，只是可求处是倒位的，可求处又果是倒位的。法师讲的五量又果是什么意思？是指人，也是指事件的？法师讲的也太玄太妙了。既然是天机，时机未到，就准做讲，予你想破头壳，你也想袂出来。时候无早咯，官武叫大家较早休困，明仔载还阁有正事要办。回来到房间，乌金丁也袂困，看来是伫咧等官武倒回来。官武才一个坐落来，乌金丁就提予官武一个动心格，伊讲：“这是你那个雕神姑娘拜托我交给你的动心格。”查某人吃醋起来，平常时的大端都无去了。乌金丁这句话讲得酸悠悠，语气都无同款了。官武讲：“乌白讲，这敢就是你当年送我的定情之物？”乌金丁讲：“二十年前确实是师妹和师兄的定情之物，没想到二十年后却变成做了关将军和雕神姑娘的定情之物。”讲完就越过身去。
关露为乌金丁的背影，看到伊好亲像咧七目屎。不过，伊知影太太毋是这样无理取闹的人，啊，若无就袂冒着性命的危险来找伊啊。关露故意闹伊，我迄个貂蝉姑娘即马安怎啊？那无带伊做伙来呢？乌金丁以为关露讲的是真心话，生气越过头，伊才讲一句：“你。”关羽一句就将伊揽伫身上，甲伊讲这是咧讲耍笑的啦。乌金丁才笑出来。关羽轻轻啊望着乌金丁的面，伊离开厝的时阵，乌金丁也是笑露的面容。搁再见面的时候，伊的面不只是有岁月的痕迹，也有多年来忧心累积的憔悴。关羽除了满满的不甘，更加多的是深深的亏欠。乌金丁对关羽讲：“貂蝉伫乌家点一段时间了后，就决定要去静珠庵做尼姑。”关羽一听，真敬佩讲：“貂蝉姑娘果然是一个值得尊敬的人，伊做会到伊的承诺啊。”当年，貂蝉早着关羽和伊的同心结去找乌金丁，伊伫咧乌家发生什么代志？为怎样会出家呢？当时貂蝉找到乌金丁，还佫提出关羽和伊的同心结。乌金丁确实有惊一跳，虽然唔知影关羽是甚物意思，但是伊相信关羽会和伊这么重要的信物，对方一定是值得信赖的人，所以伊就安排貂蝉住伫咧乌家。这若不是对彼此的感情有百分之百的信任，恐怕不是容易做到的事。对于关羽来讲也是同款，若无伊也不敢贸然安尼做。貂蝉伫咧乌家迄段时间，只要有闲，就向人探听关羽伫咧家乡的代志。为六岁去到学堂读册，甲乌金丁青梅竹马的友情爱情。自细汉爱打抱不平的个性，放火烧寨主的厝，然后逃亡去到山顶，拜师学艺完，又搁下山顶顶。不管是真实发生，或者是捕风捉影的传言，只要甲关羽有关的代志，貂蝉拢真感觉兴趣。貂蝉想过头热衷了解关羽的代志。乌金丁一个开始是感觉有淡薄啊莫名其妙，这也无怪，毕竟甲关羽真正的关系，貂蝉一直无加做解释。搁再加上爱讲闲话的厝边，袂输敢那有影的乌白乱讲，乌金丁手里的迄暗酸醋，几落摆差一点啊拍变过。几个月了后，有一天，貂蝉叫乌金丁到伫房间来。伊对乌金丁这段日子的照顾表示感谢，然后甲乌金丁讲，伊准备去到静珠庵出家做尼姑。乌金丁惊一跳，这边哪会用你的？万一有一天关羽向伊讨人，伊变怎呢？貂蝉出现伫咧伊甲关羽之间，虽然是一种难以解释的存在，但是也袂用你否认貂蝉的存在。也代表夫妻之间的信任。貂蝉已经将关羽甲乌金丁当作温情人，伊无希望乌金丁对伊有误会。貂蝉解释，当年关羽救伊的时阵，伊就已经决定要温馨相邻，下发为尼。这件代志，伊也甲关羽提起过。关羽也阁建议伊将家己忍辱负重。为国为家的亲身经历写作册，可以流传世间，警示后人，也为家己受到的委屈甲误解平反。貂蝉伫咧乌家这段期间，一直伫咧收集伊想要知影代志以及真相。即阵伊感觉时候到了，应该出家了。伊到甲尾啊，会当做家己想要做的代志，也完成伊对关将军的承诺。貂蝉的决定，和乌金丁心情有淡薄复杂。一方面，心肝内迄粒温满酸楚的石头，
总算是可以放下来了。另外一方面，又又感觉无土神照顾条神，有负官务所托。查某人的心思就是反复矛盾，加上自我复杂。其实佛教的一句话就足以形容：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。看诸神甲佛教之间的千百种因缘，诸神如何成为佛法的传播者？请好奇《封神榜神之传说》节目制作经费，话拨号码42274784，号名十方法界基金会。有人讲，官禄甲雕像有一段暧昧情愫。事实上，官禄对雕像只有尊敬甲敬佩。不过，民间确实有传说，官禄另外一段爱情的故事。这个人叫做杜氏，也是一个有红纱的人。这得爱讲到遭朝起兵围攻下邳城的时阵，杜氏是吕布一个手下。真娱乐的夫人，遭朝起兵围攻下邳城，吕布因为着惊，就派真娱乐去找袁术求救。袁术知影吕布一定会败，所以唔肯出兵相救。下邳城被围攻的时阵，关羽向遭朝提出要求，伊要娶真娱乐的太太杜氏为妻。遭朝口头上答应。但是无下一步的动作。后来关羽再一次向遭朝提起这件代志，伫遮引起遭朝的猜疑。遭朝嫌疑杜氏这个女人一定甲一般的女子无同款，啊，那无亲像关羽这种的体验，是袂轻易来心动的。关羽要奈熟悉杜氏呢？这是发生伫咧桃园兄弟。甲吕布伫咧池州城友谊也阁真好诶期间，当时部属甲将领之间平常时都互相有来往，关羽就是伫咧迄个时阵熟悉杜氏。虽然杜氏毋是绝世美女诶等级，毋过感情互相有意爱咯，也真难以解释清楚。真娱乐伫咧去找袁术进前。担心做错，随时会攻打进来，到时阵处理的人性命堪忧，所以私底下先去找过老毕，想要为某甲囝提前安排出路。老毕知影真娱乐的担忧，但是伊已经有察觉，袂用你家己拢懒咧。拄啊好，伊也想要为官务成家，所以决定将多事。托付予关羽照顾。当时真娱乐也未死，现在关羽会当讲要娶杜氏为妻呢？伫个古早时代发生战争的时阵，胜利的一边会当处置失败的一边，不管是财产或者是家属。假使讲查甫主人无伫个，或者是正室来讲，伊的家后甲奴婢都会重新被分配。关羽向周朝提起要娶杜氏要求，只不过是提早讲而已，并无不可。因为关羽二度向周朝提起杜氏的代志，引起周朝猜疑。伫咧攻破下邳城了后，周朝瞒着关羽，派人将杜氏娶来，伊要大声过目看一下，唔看较加在，看了后不得了，杜氏果然生甲真水。人太过好色，就容易失信，连家己应人的承诺都唔顾了。做错就是安尼，伊后悔了，决定无要给关羽，伊要留落来家己照顾。当时关羽人在泥泞下，不得不仰头，这件代志只好家己吞落来了。然后做错千方百计，想要留下关羽。日关羽讲什么，也要去找老毕。关羽离开的迄一天，做错唔那下令下骹手人袂用你对杀，也阁亲身去送伊。有人猜测，
这也是原因之一，因为是做错欠官武的。也有一个说法是，当时官武执意要带刀时的原因是，他怕做错会笑受对方，甘愿用自己的名声来换取对方的情结。不管官武是为了照顾真义路的清官，也是说真正介意着刀时，这都不知道。总共一句，官武要带刀时的这件事情都已经颠覆大家对官武的认识。尽管只是民间传言，只要主角有够分量，民间搁再加淡薄色彩入去，这个故事都会一直被流传。老毕惊元宵对来，爱大家整理准备，明仔载就出发回故乡。乌金钉一粒心，皮薄菜。伊唔知影官武是毋是会带伊做伙离开，伊想要亲自问官武，又惊伊会为难。官武何尝毋是为着这件代志在苦恼？伊曾经对乌金钉承诺，只要有安定的环境，一定接伊做伙住。即嘛夫妻就无容易来团圆，只是眼下大业未成，生活飘泊无安定。佮加上有照顾两位红嫂的经验，战争的时阵拖家带眷，确实是一个负担。其实官务道路啊，老毕的两位夫人是手无百家之力的辅导人家，无金钉都无同款啊。伊会用春秋刀法，当着敌人拍来，伊一定会是官务的好帮手。好佳哉，老毕伫个。无张持的时阵，看出乌金钉的心思。在伊一番的劝说之下，官武终于同意要带乌金钉做伙行。过当天早起，村民因全部出来欢送官武一阵人。普净法师向老毕、官武合十讲，伊将会为玉泉山去巡游，假使有用得到伊的所在。随时会当去找伊。华杰有紧急的代志禀告，拍断了众人欢送的快乐气氛。华杰讲，周聪回来了。本来周聪是要将五牛山的兄弟直接带回古城，甲大家会合的。无想到讲半路出了淡薄意外，而且这阵身受重伤。孙权正伫咧为周聪治疗，关羽马上翻身落马，来到周聪的身躯边，关心伊伤势如何。原来周聪决定跟随关羽离开了后，就将五牛山首领的位置暂时交予背元绍代理。有一天，山里来了一个唔知影姓名的将军，问了首领是虾米人了后，马上抬掉背元绍。伊问其他兄弟敢要服伊，服伊的以后就换人叫老大，唔服伊的就甲背元绍同款死路一条。目睭金金看到首领被抬死，全部兄弟唔敢哀声，唔管服也是不服，拢先对伊才阁拍算。这个人就这尼简单的招降五牛山的全部人马，占山为王。五牛山本来就是周聪的地盘，真正首领才出门无多久，处理大人就换人，这口气要哪会吞得落去？周聪的计划是要带走全部兄弟做伙去古城，和迄个恶霸家己一个人做山大王。无想到讲兄弟因为着惊新大王的威力，无几个人敢冒性命危险对伊离开。会当单枪匹马去说服所有人占山为王，这个人肯定有相当的实力。周仓是气过头，伤过轻敌，加上思虑不周，就走去山顶要找新大王讨人。当然，胜者为王，败者为客。伫这，伊嘛是新大王派来，伊当然无愿意归降。两个人。一言未合就打起来了，这位新大王不知道是什么来历，
生得高强，汗臭真好，脚手真流利，两个人交战无偌久，周仓连续被打败，被对方除了三千。好佳哉，只是皮肉伤而已，无去伤到骨头。不过这毋是上界凄惨的，周仓上界骄傲的是，伊有一双会当日行千里、夜行八百的飞毛腿。对方不知道是安怎发现的，竟然将伊的飞毛腿顶端的秘密武器给搬走啊！无秘密武器，周仓知影家己不是伊的对手，只好互相回来甲关羽报告。关羽甲刘备当时有一种想法，虽然不知道对方的底，不过一定真值得一探究竟。明仔载请继续收看关羽的故事，咱再会。看精华，听重点，一起来聊关羽的故事。大家好，我是佩晨。桃园三兄弟团结一心，为什么总是吃败仗呢？关羽认为，就是军中缺少一个能运筹帷幄的人才。关羽点出了问题的所在，不过还有另外一个问题，就是这样的人才可遇不可求啊。普净法师说，在可遇处而遇，在可求处而求，天机不可泄露，只能提点以后要多注意两个字，卧龙。普净法师说完就闭目禅思，不再开口说话。普净法师的提点大家都觉得很有道理，只是卧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呢？法师说的也太玄太妙了吧。当年关羽救貂蝉的时候，貂蝉就决定要去隐身禅林，关羽还建议他将自己忍辱负重的亲身经历写成书籍，为自己受到的委屈和误解平反。当胡金鼎告诉他貂蝉已经去当尼姑了，关羽很敬佩地说，貂蝉姑娘果然是个值得尊敬的人，她做到她的承诺了。在民间有一个传言，说关羽爱上了一个有丈夫的妇人，叫做杜氏。曹操曾经答应让关羽娶杜氏，后来却又反悔的将杜氏留在自己身边。不管关羽是为了照顾朋友的太太，还是真的爱上了杜氏，这不得而知。总之，关羽要娶杜氏这件事情已经颠覆了我们大家对关羽的认识。卧牛山被人占领，周仓要去要人，反而被假成周仓。周仓有一双飞毛腿，他最骄傲的秘密武器却被新的大王抢走了。胜者为王，败者为寇，现在该怎么办呢？三分钟聊关羽，我们下次再见。诸神甲佛教之间的千百种因缘，诸神如何成为佛法的传播者？请好奇《封神榜·神之传说》节目制作经费，划拨号码42274784，号名十方法界基金会。